第36题，下列选项中哪一个方法无法减少摩擦力？ A 在齿轮上加些润滑油，这是可以减少摩擦的，有润滑会减少摩擦。 B 手推车底部装轮子，老师上课讲过了，装轮子可以减少摩擦。选项 C 下雨天湿滑路面，已经告诉你是湿滑了，所以当然是摩擦力减小，选项 C 也可以减少摩擦力。选项 D 瓷砖表面上有许多粗糙颗粒，这就跟我们轮胎的胎纹一样，是为了要能够增加我们的摩擦的，所以选项 D 不是要减少摩擦力的。第36题问我们说哪一个方法无法减少摩擦力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D 瓷砖表面上有许多粗糙颗粒。